去哪里？出去外面拍的。拍得到吗？外面很暗嘞。找不到。我要找一个待在这里的人帮我。帮你干嘛？玩手游。玩手游。老板疯了。选手泡完之后就打第二场五打五。哦，他要打第二场。他打第二场。他打完，对，打完之后再接吵架的环节，好不好？开分，叫你开分就订阅你了。对啊，有观众说你开分就订阅你，真的？真的啊！我也想分他的，不对啊！你们换小品吗？恭喜荣登活动！今天是司机，在谁？我在我们的选手，选手哪几个？小龟，还有我们的栋哥，还有 KYT， 太猛啦！开你的宾士，没有，那是爆改 artist， 爆改 artist。阿宝，你要阿志是谁的？电筒的。我是有点尿尿小红啊。为什么？哎，好紧张，我想尿尿，我在要去厕所。来啊，这个给你。好，我想尿尿。给你尿。偷公司水出来的。我要跟导弹帮正面对决啊！所以我今天不是私下脸，我今天就是密切注意这个台下的任何一个人。那你选我，我是导弹帮。你们真的不要剪刀石头布，那主持人要赶快帮你选了。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我们还是要走走形式嘛。那我不选，那给我先选，我出剪刀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了，剪刀石头布。哎，好。哎，可以的，我们都是剪刀。我要选龟狗，我要选龟狗。旁边。
我分你我选吗？不然我就要帮你选喽。不，当然选啦、啊。好，请选。贝利贝。哎、欸，那你这样子，这游戏很难玩哦。没错，我不背我角色。好好好，冷静，不背你的角色。抓哪里？抓大腿可以，其他部分我抓就好。好，来继续。我选，我选那个我老婆，我选我老婆。你选老婆啊，大家帮我选我老婆是有第一高 ，OK。因为那个龟狗欠我老婆欠的比较多，所以不是他如果出什么事的话，这个人可能比较能包容他。哦，包容。我选其他人，他可能等下说你干什么什么，那个气氛就来了。好啦，我们把剩下的女的选一选，那我选小品。小品，小品，我第一次知道你是女生啊。哎、欸，那不行啊，那个有一个女的是演员的、啊，那我要选另外一个女的。啊，没有，没有女的、啊，还有什么、啊？还有那个捍卫小人啊，那也是女的、啊。我再下个女的，那我要选紫喵喵，那我选紫喵喵，那个演员留给你啊，演员留给你。好。啊，接下来大家都选完了吗？我选完了，我选完了。那我要选 B 和 D， 因为我要把那个肌肉弄打爆。哦，我说好要单背他背脚，然后去虐他。哦董哥，你今天有没有客气？我今天很客气吗？对啊，跟上次不一样哎。上次是哪一次？别人在忙，你可以安静点吗？怎样啦？不是关门了，怪人怎样？你唱哪家的嘴啊？那你觉得最烂是谁？我们那一队跟对面那一队。他不，今天的锅就是基隆东飞啊。第二场我发现后面已经不对劲，我跟基隆东说，我俩先继续卖肉，把那个草的铜具用掉，你再进场。他妈每次他冲进去，然后他每次冲进去，哦，好烦哦！哦，我听到他喊超级大声的，而且重点是我还买水星鞋，你知道吗？我那个白痴买预防鞋，他进去口罩动动不了，而且他出一身全攻击，而且进去一动动不了就被摇晃斩掉。绿狗看起来好累哦，没睡觉。他两点到现在都没睡。想扁人，想扁人，吃点肉。人家快乐水，那个降火气的粮食。我还走出三家店，他妈的。多做点肉啊！没啊，他上面还有晚餐。他来还敢跟我们说？帮他夹，帮他夹。那我帮你，帮你。正宝要加薪就靠这次了，好好夹。来，帮你，帮你。你要帮他夹，你说了。你要哪边？他夹。你自己出钱。这个我还没。对，这边。先吃肉尾。猪肉。好，哎，帮他夹薪的，他帮我夹肉，帮他夹薪夹。帮老大。那个一个月加2块。那你想要坐这边？来来，大哥大哥。大哥来，你要跟哪一组？猪肉啊，大哥。啊，猪肉啊，他不熟了，他煮还。哦，真的哦。哦，我弄很久了。你说帮他加薪的。加薪。我弄很久哎。我刚刚这样弄很久。真假的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刚刚已经说他火气很大了。拍谁？拍谁？大哥，拍谁？马上扣薪水。拍谁？马上改到。大哥，跟你抱歉。加薪加2块，扣薪扣2000。哎，诚信真的是死玻璃耶。你每次不管什么比赛、表演赛，都是慌，那个整天没睡觉，然后容易懒散。你很紧张啊？没有啊，所以我昨晚玩游戏，要不然我要睡觉啊。我靠，扑在我身上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哎，是那叫我玩的。我掌握你说你睡饱，你说你睡饱啊。但你要插豆，不用，我上线就问你说。吵架，吵架。睡饱就说你有睡啊。气氛，气氛啊！你说我睡睡一定有睡啊。没有，我早上问他他几时做啊？我没有打电话给他，我问他说，他几时做啊？我问他，那你一定还没做啊？对啊，我正准
备在睡觉啦、啊。先给我吵，先给我吵一次看看。哦。不会没事，我要开车站。我实话实说啊。